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分手。其实现在是可以的，但是我们想要说的话，有好多人可以挂，但是这个几率就不是这样。这样子啊，我第一个承认。我想说，谁开枪我就骂谁。所以慢慢大家磨合起来，觉得大家都很好，很帮助。希望我们会好好努力，不要拖大家后腿。目前好像还没有。目前好像还没有人选过，都对我们很照顾。对，但大哥就是比较严厉，因为要对我们自己的那个作品要负责。哈哈哈哈哈哈哈现在打多了，屁股超棒，老彪。